你看到的，这是雪梨维多利亚购物中心的屋顶。这个维多利亚 Center， 它在1898年建筑完成的。你看，在当时就把这个建筑物盖得这么宏伟了。你再看到前面这一个是雪梨的市政厅，也盖得很漂亮。这个是当地的教堂，在这高楼大厦远远的望下去，这个雪梨的市中心就非常漂亮了。你看到有水的那个地方，就是达令港。达令港的码头，那个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雪梨旅行团都会带去那边郊游看一看的地方。远远的你可以看到，在那个金港里面有一艘很大的军舰，那个是航空母舰啊。你看它的甲板平平的很长，是澳洲海军的航空母舰。你看这维多利亚购物中心，在100多年前他们就把它盖得那么漂亮了。